线计划奥特曼造访，去年发生了好多事情呢。好在这一切都有你的陪伴，新的一年也和小橘子一起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吧。春节有什么好计划吗？出来一起跑两圈吧，就当做享受当下难得的闲事啊。哈哈，以最优行为而言，当今年数字变化时，我应该说句新年快乐。不得不说，过去一年里你在极速艺术上精进不少，不过在乐感和舞技上也别懈怠，要是在喜欢的人面前丢脸了，可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。无限计划方才面试，有些人就已经要按捺不住了，看来新年伊始就有新乐子要自己送上门来了呢。希望你能度过一段安心快乐的新年时光，之后的事情不用担心呢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替你分担的。真怀念这么热闹的氛围，要是能和大伙儿一起度过一定会很开心吧。只不过眼下我还有必须要去做的重要事情啊。